I'm not a match simply waiting to burn. All I am is a friend, your friend till the end. Hello, 大家，我是 Rita。这个星期你好吗？今天下山之后，在步道口买了一些当季的蔬菜。现在的高丽菜还是很好吃，想来给孩子们做一点他们喜欢吃的台式泡菜。谢谢，赶快拿。高丽菜对肠胃很好，可以多吃。它是一个很百搭的蔬菜，之前有做过高丽菜饭，很受欢迎，加在豆乳鸡里也很对味。那高丽菜通常没有办法一餐吃得完，大家还会怎么做呢？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讨论一下。今天还买了马铃薯跟洋葱，这两样都不用冰。这是日本大葱，有看到的话我也会买。做泡菜呢，怕碰到生水，洗过的高丽菜我会先用纸巾擦干。这半颗大概1200公克，切稍微大块一点，然后一片一片剥开，除了方便退水软化，也很方便检查干不干净。像这一片坏掉的就不要了。切50公克的红萝卜丝，可以让泡菜的颜色更漂亮，口感也会比较有层次。再切一些辣椒备用，没有的话也没关系。高丽菜杀青，每600公克加1/2茶匙的盐巴就可以了，这样不会太咸。等等就不用再过水一次，轻轻的混拌，慢慢的高丽菜就会软化了。这时候把高丽菜集中在一起，重压1小时。趁这个时间来准备糖醋水。今天1200公克的高丽菜要用到白糖350公克、白醋350cc、冷开水350cc。白糖放进来，开火。因为啊，我们用的是开水，不用煮到沸腾，看到糖溶解就可以关火放凉了。1个小时过后，杀青好的高丽菜放进干净的容器里，玻璃罐或是保鲜盒都可以。下层的高丽菜水分比较多，稍微捏干就可以了。放凉的糖醋水倒进来，泡个半天就可以吃啦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这就是大家平常吃臭豆腐搭配的台式泡菜。这两瓶啊，我们家大概3天就可以吃完了。昨天买的高丽菜还有半颗，今天两个人的午餐要来做樱花虾高丽菜煎饼和蔬菜汤。蔬菜汤要用到150公克的鸡腿肉，没有肉的话，直接用高汤炖煮也可以。鸡肉加一点盐巴、白胡椒粉，抓腌一下，放在旁边备用。红萝卜80公克，滚刀切。西洋芹表面纤维比较粗，刨一层掉，这样口感会比较好。这里用了80公克。洋葱120公克，切块备用。高丽菜外层翠绿的叶子切300公克，这是要用来煎饼的，
颜色会比较漂亮。里面这个部分切350公克起来，用在蔬菜汤。番茄350公克切成小块，炖汤的材料还有马铃薯、避免氧化等等再切。煎饼的材料还需要一些红萝卜丝跟葱花，这样大致上就准备好了。锅里加一些油，把鸡肉煎香。煎到鸡肉焦黄，锅里产生梅纳反应。洋葱、西洋芹、红萝卜放进来。看到洋葱微微透明，番茄放进来。炒到番茄出水，倒入800cc 的热水，高丽菜再放进来。滚了之后，转小火，盖上锅盖，先煮20分钟，炖出蔬菜的甜味。现在来调煎饼用的粉浆，打3颗鸡蛋，加1/4茶匙的盐巴，1/8茶匙的白胡椒粉，搅拌均匀。再加3汤匙的面粉，什么面粉都可以，面粉的用量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增加哦。搅拌好的粉浆再跟高丽菜丝混拌均匀，先放在旁边来削马铃薯。马铃薯不要切得太小块，不然煮到最后就没了。20分钟到了，加入1茶匙盐巴调味，马铃薯放进来，继续炖煮20分钟。然后我们来煎饼，锅里加一些油，先把樱花虾爆香，高丽菜放进来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煎3分钟，翻面稍微塑形一下，不加盖，再煎3分钟。这样好吃的樱花虾高丽菜煎饼就好啦。蘸酱呢，很简单，番茄酱和酱油膏1:1，这样的蘸酱用在大阪烧也很适合。再夹一点昨天做的泡菜，这一餐也算是高丽菜的3种吃法。趁着连假，大家要不要一起做做看呢？不能先吃泡菜，不然会太饿。外面很吵哦。没办法。高丽菜很脆。我的泡菜没。好了，再给你了，等它夹。这汤很营养。孩子们就很喜欢啊！哦，你也弄太多了吧？我这样装多一点，我比较安心。